么去啊？啊！但是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？不要再玩你了啊！明明是你说你还怕我飞机？泰国，泰国，谁先带你去啊？嗯，你不是要去泰国？Pretty lady, CC look look nice. One for 50 baht, three for 80 baht, wholesale price, che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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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eap. This one, yes. No anything, no anything. Hey, one, yeah. 平啦。很想去泰国，泰国的正宗菜到了 ，Yes， 很开心是吗？很开心。看来泼水节你喜欢？你也不会再玩我了吧？不了，这是正宗的。刚才我去的时候，我同时跟厨师一起煮，一起打包过来给你。哇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所以我发脾气是发的值得的。以后不要再发脾气，真的不能去泰国了。OK 咯，去泰国一定要去这个 prawn cake。为什么？我很喜欢。它的爽口弹牙，加上鲜虾的鲜甜味，哇！你有玩过乒乓球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就收给你看啊。这个是乒乓球的 texture，可以拿来玩的。它真的那么弹牙？你吃的很简单哦，很容易。你看他们做的时候很辛苦，带我进去看他们做的时候，他做的时候一开始是比较软的，他要一直打打打，然后好像钢这样硬，他才开始炸，你才有这个口感。所以其实煮一道菜不简单，你会发现吗？泰国人、每一道菜他都会放一些柠檬下去。你要什么？他挤上那个柠檬、你会发现、你吃的时候会散发出一个很浓郁的水果香味。啊，这就是他们的特色了。好像这条鱼，它淋上了这个柠檬的时候，第一，它可以去腥；第二，它可以增加那个鱼的鲜甜味。哇！除此之外啊，它分开来打包，之后你发现。它放上去的时候，它淋上那个汤的时候，那个汤慢慢的有那个鱼的鲜度味，哇，是不是那个口感或者那个口味是不同的？它这个酸甜跟带有点微辣的味道，哇，很鲜味。吃的时候一定会上瘾，尤其是它做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最基本的新鲜材料慢慢配置，然后去炒。红咖喱跟青咖喱的分别就是红咖喱味酸带辣，对 ，green 咖喱是甜不带辣。很多刚开始吃咖喱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泰国的咖喱，多过印度咖喱，因为印度咖喱很重口味，泰国的咖喱它是温婉亲和，这个感觉让你很容易就接受，很容易就会上瘾。跟印度咖喱不同，它口味太重。对你刚刚讲的，它煮的东西是辣的，但是很顺口。这个同样一样，我很喜欢它的酸辣跟甜，跟海鲜的鲜味撞在一起。对对，讲得很好。辣是有的，但是它真的很顺口，你不会觉得很呛，不会。因为在泰国很多时候，它的那个气温是很潮湿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吃酸辣酸辣，比较开胃。F 我问你啊，你刚刚去看厨师怎么煮？对。他是泰国人吗？对，肯定是泰国人。我记得的，他们很用心。泰国厨师有个好处就是，他们坚持用泰国的味道，他不会假假的。一个重点就是他放了 raisins。很多人呢就偷工减料，他不会放 raisins， 因为做得到，其实是一点detail而已嘛。就是因为detail才有那么好的 recipe。对。炒了锅就有菜，而且pineapple 跟 raisins 的甜味把它整个鲜度提高。对。它温和了，因为 pineapple rice 其实一开始因为它 pineapple 是有点酸的，
这个 racing 就是一个细节作怪，让你吃的时候不是一直酸，它是开始哎让你吃到甜咸，因为每一口都有 racing 嘛，然后你慢慢进入到酸，算是让你开胃的。这就是厨师的坚持，所以他进去的时候，他很自信的跟我们讲，哎，我所有的配都是 homemade 的，我不会去买，因为你买，你吃下去，你就不会有那种上瘾的感觉。homemade 吗？所以他煮的每一道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一道都让你顺口，嗯，爱上，然后上瘾，嗯，包括他这个芒果，哇，好美，靓靓丽啊！很多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 moment， 这个是所说的泰国正宗的 mango sticky rice 需要放的。啊，你发现你咬了之后，它除了绵绵之后，还有一些口感哔哔哔出来，那个是重点来的，你不可以遗漏的一些重点。而这个不是细节的，这个是重点。没有了它 ，mango sticky rice 就不是正宗的 mango sticky rice。所以这些呢，我可以大力推荐，是因为所有每一个细节或是每一个重点，正宗的泰国厨师做了正宗的一个做法，而他自己研制出来的一些 secret recipe， 你们吃了之后一定会回味无穷。我可以肯定。嗯，我觉得最后还要讲一下这个水。每次去泰国一定要喝奶茶的，很多人都说很怕很怕甜。嗯，其实真正如果你会喝的话，真正正宗的泰国对比是不甜，而且是有微甜跟有蜜汁的味道。是啊，我就比较喜欢喝这个，我觉得有点酸酸。没有，可能我比较喜欢酸酸的东西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口味。所以你就经常酸我，对吗？你知道就好。酸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进入我的心坎里，然后磨成了一种激素来酸你的。你真的答应我的吗？不要再玩你了啊！你的错，你还怕我脾气？明明是你，你最后还怕我脾气？